各位喜爱钢琴以及喜爱敬拜神的朋友，大家好。今天我们要一起来看用钢琴敬拜的学习课程。在这个课程的目标里面，它要帮助我们施琴的人，我们的伴奏的技巧可以提升，而且更加的自由富有创意。那我们可以擅长简谱或是和弦谱的弹法，也能够培养我们施琴的人使用钢琴敬拜上帝，并且使用钢琴来祷告，而不只是演奏而已。那在后来我们也会学习钢琴如何在敬拜团扮演相当重要的角色。那在课程要求当中，我们需要我们每一个人勇敢地突破过去的弹法，而且有一颗敬拜上帝的心。那这个报名的条件是免费的，而且如果你是基督徒，平常有在施琴而且有热意服事的心的话，那我们可以学习得更快。我们的课程大纲有主要第一个，我们简述课程的大要，然后我们会说明节奏的重要性，再来我们也会有自弹自唱的练习，包括过门的练习，还有右手创意的旋律，左手爬音，多方面弹奏技巧的练习。那当我们钢琴的技巧已经到一定程度的时候，我们就会一起学习如何用钢琴成为乐团，如何用钢琴敬拜祷告，如何用钢琴带领敬拜。接下来我们有一连串的课程，让我们怀有喜悦而且期待的心，我们一起来努力。